同步全球折扣，分享优质生活。扫描二维码或者点击信息栏里的链接，又或者去 APP Store 下载北美省钱快报，尽享超值优惠。为了不丧失竞争力， Best Buy 的黑五海报也随即出炉，按照惯例给您盘点了2018年 Best Buy 最值得抢的 Top 10 产品。不过首先记得点击 Subscribe 订阅我们账号哦。十，大牌游戏设备，上一代旗舰 G900 电竞史低价只要69，人气 G502 游戏鼠标也只要34，更有超多 Razer 海盗船游戏外设对折等着你。九，索尼无线降噪耳机，降噪耳机里的人气王，震撼价199，黑科技满载，增加气压降噪优化，飞机上使用更加舒适，降噪效果棒棒哒。八，4K 智能电视， Best Buy 每年黑五最畅销的单品，从小到大各种尺寸应有尽有，最低价仅需129。七， HP 游戏台式机，八代 i7 加全新 RTX 2080显卡只要1500刀，性价比爆棚，绝对是黑五最值得抢的电脑折扣。六， iPad 能够用 Apple Pencil 的全新 iPad， 看剧学习两不误，128GB 只要329。五，小家电 Nespresso 高端咖啡机和奶泡机对折价只要99块钱， Gomea 空气炸锅、电压力锅、能扎美感料理系统通通半价了。四， iRobot 960黑五必抢吸地机器人，送礼自用都不错，超高吸力搭载智能地图，彻底解放双手。三， Sony Alpha 7全副微单加镜头套装，只要999就能拿下，性价比与体积优势明显，新手上手不吃亏。二， Apple HomePod， 苹果智能家居的招牌产品，今年第一次大降，直降100刀，只要249。一， GoPro， 399刀送30美金礼卡加128GB 的内存卡，更加稳定的视频，更加漂亮的照片。新的 GoPro 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相机，也是你记录日常生活的好帮手。2018 Best Buy 最值得抢的 Top 10 产品就是这些了，请下载北美省钱快报 APP 第一时间获取 Best Buy 黑五开抢信息，同时还有更多折扣，别忘了订阅我们栏目哦。